嗨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？这一箱，这一箱是什么？人客啊，我跟你讲，网友是万能的。咱点解 HRV 的隔音黑啊？一播出，对吧？你怎样？伊讲黑，唔哪知影？伊讲小师哥，这就是阮兜的物件。啊，伊哪会这厉害？哪会知？看我知，伊讲伊出的拢啥物专车专用、专部位专用，吼、哦，甲原厂的就行诶。对啊，伊就讲好，小师哥，我来讲。不漏气的，我知道你要传教，科P要传教，寄这箱来要有科P传教。哎，下较就一个人讲哦，德音教学好啊，赞啊，有无？超烫烫，新竹物流，哎，比较现在科P甲处理落，好不好？比较处理落，开箱落，开箱，哎，我翕一个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開包麥人開箱緊啦。我較慢咧，較慢咧，齁。對啊，你緊甲慢，拿的錢是同款的。哦，是安尼。我咧。對，伊有甲我問講，要用做一台做試驗嘛？我講咱有一隻C-X3，伊講拄好因C-X3有做專用的。欸，這多咧。幾盒咧？啊，伊有甲你講安怎用哦？信封袋，內底可能，我愛講。情书，好，敢不是机票，敢不是机票，我想我在看机票，我开开开，哎，先看有钱无，这较重要哈，那机票的时阵，等下讲较好诶，讲较好诶，哎，啊，若无的时阵，歹势啊，咱可能爱老实讲啊，吼，老实讲哦，哦，名片呐，名片，这头家名，哎，进化论，哎，其实下骹吼，那这公司发现哦，我网友某留言讲，这个胶条好像是进化论的胶条。真正最厉害，最厉害！快，伊到时讲我插头都买，伊拢知。嘿啊，哎，插头搞不好讲哦，你迄偏哪过奖诶？对哦，哎无，来来看见看见，走啊，梁姐梁姐，对哦，小师你好，在你的影片中有提到我降低风切声的胶条，本公司既有了相关产品，希望你试用看看。好，另外再附赠一套风切套组。哦，还有一套气密套组胶条，最不讲的了。哎、欸，提供你们作为回馈粉丝抽奖用，哇，祝上订阅飙升，好不好？粉丝爆棚，进化论汽车隔音，哇，哎、欸，哪里无啊吗？真正无机票吗？我提起啊，其实我看完了，无啊啦，其实我看完了，真正无，哦，不要紧，我看见，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包装袂歹呢，哦。C 柱，这是 C A 柱 B 柱 C 柱的隔音胶条。哦，叫什么？叫下。我拿这啊。哦，啊，这是双门，就是前两门呐、啊，前两门用的。好不要，好不要下。啊，车室气密顶级版，顶级版的啦。啊，这嘛是双门，可能有我安尼看下是咪两台还是三台？这应该是要送啦。哦，这嘛是顶级版的，哦，这是要上啦。记得哈、哦，到时候抽奖办法片尾跟你们讲。看到无？还有专用的袋子，无老贵。还有机票无啦？机票，机票，车机票。哇，这可怜的嘞。我掉下啊，尾门上缘。哦，尾门上缘。啊，这台是要咱用的啦。对啦。哦，我够，这台是这台。口罩？不是嘞，这可能是嘛是。我偷一个看麦。这台知道吗？啊，我知啊，这一定是正品对吧？对，这是咧吊星星浮潜。对我来讲，刚刚我接人客啊，我要再去捷运站啊。啊，伊讲你走捷运站就好啊。我讲好啊，啊你要倒一站，伊讲不要紧，倒一站拢不要紧。我讲啊，无安尼，我再来星星浮潜人影站。哦，对哦。哦，这可能嘛是正品啦、啊，这是杯套嘛。对，套对的。哎，这。看起来敢那会使套个，好无啦？要套倒？你有看到一个非洲国家？好啊！我知，套条嘞，套条。以前弄下了，玻璃雨切，嗯，喂，足济呢。不是，伊本来是讲要寄来给咱试用尔，结果，哎，这应该就这应该住啊。哎呀，这就几台车，伊说，哦，分你看尾门上缘，对啊，就弄下啊。啊，这是 B 柱隔音条，啊，柱啊，这是玻璃雨切，啊，够啥 ？A 柱隔音条，嗯，哎呀，
咱这西沙山大台买到这台唔赚着，赚着哦，哦，这嘛西柱，西柱隔音条，哈，没有几家西沙山美术的面，你左右边嘛，对啊，车室气密隔音，什么顶级版，顶级版，顶级版，关机没啦，我知影啦，这就是感觉咱看到迄台讲我哩，哦，赶快顶级版，对啊，哦，一家双门，所以拢总四个门，对啊，哇、哦啊，这台西沙山做起来唔得，哈，敢那变路诶。升级，对啊，提升，哇，啊，真正无机票，我已经讲第五届，卖是无，好，安尼过来吼，要来去处理了，对啊，哎，好啦，等下你传教士的时阵，叫你教，讲大家要注意啥，对啊，我伊这要有一定的步骤，这不是乌白打，我知啦，我来讲，爱先修，我依照大家想好，发生什么代志，什么代志，平单，无洗清气，打起，无久落来，哎，未黏落来。所以吼、哦，等下请科比来给大家传教一下。哦，这几台车大完，哎、欸，大完你感觉要多久啊？伊这较济呢，啊，三点钟无？有提，伊加这是复合皮的、那個，类似蛮专用的锅槽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等下处理落，科比传教士处理下去，走走。好啦，现在要实做了哈，来去倒。我头好先偷走来看卖。机器用准备啊！我看过啊，B柱敢那较好用。我看一下，伊这款，伊只拢Mark六块着，唔知你翕袂着？哇，好小呀、欸！好小啊！不是好小、啊，好小啊！好小、啊！只是你看哦，伊只有下，你看 L 哦 ，L 都是边诶，左边诶。啊，这哦，这就较三共款哦，人诶外防撞条艺术共款诶，我们那个倒落去，啊，先对到，差不多是安尼嘛，对着安尼啊，伊只无哪高哦，所以嘛是爱用较悬诶。有啥袂当安尼倒会怎哦？啊，那个插起坑啊！哇，冷风吹进我的洞，这是你的洞啊！太乖了，哎呦，而且还有较乖呢，而且个倒进去，倒好，而且吼吸落去，用酒精会疼，橡胶水，啊，一般爱先吸落，才输啊，啊，小卡者，哇，我就吸，蛮密的呢，吼，哦，就安尼嘞，就安尼。为什么？哎，但是你只刚刚无讲伊，系啊，真的真的。为什么会卡这么紧？伊内底有啥？应该有你看，就踢啊。有踢啊嘿，有踢啊，啊袂好啊袂好，啊这有较长啊，都要剪掉，量一下距离嘛，长个只，因为你伤长拄袂着嘛，所以长距离安尼的话，我抓着啊，摕只夹刀甲夹落去。哎，不是片啊。会啦，我夹看卖啦。哇，夹袂落哇，就刷一刷，往上再移一点。这个，哦有啊，有啊有啊。哦，因为有一个铁片嘛，你看。我所以啊，铁片是分段的。对啊，它才可以剪，它才藏在内底。我想讲，你哪安尼，我继续加了，吹袂掉无？就敢那我去买卤味的豆腐咁快。一直剪，一直剪。啊，豆皮啊，哎，迄个啥豆包啊？豆包，一直话一直剪。哇，安罗啊！安罗啊！对啊。啊，伊这袂安，哎，伊袂啊，因为伊这落条的呢。我想讲伊水水的。我看，我哎，对啊，这几条的啊。啊，这就好啊！你注射条这样就好了，就最简单的、啊，所以我肯软啊，先用啊。后边还困难哦。对啊。A 柱哈，我直接 A 柱哈，来，我看不了恁看一下，对，别给你看不了，来，安尼看不了应该都。哦。哇。哦。等下开始。哇，别玩哦，伊只恁轰都袂入去啊。哦，那门关起来，嘿 ，fence 哇，第二叫者挂起，对吧？哈啊。什么？骗子！骗子！你骗你的话，来啊啊！哦，波多野结衣服啊，这里爱，听爱一下，爱人家。盲人的听觉是非常的敏锐的，触觉蛮敏锐，触觉蛮敏锐，你知道啊啊啊！不小心碰到一下就啊！哎呀，这就同我嘛，不管做啥物代志，拢同我那用我清气，哇！所以这边爱用点的，用点的啊！我操，有我看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一集科比转教是我会在吗？为什么？对，隔音胶条，我以前真的花过很多钱，从 K8 开始，每台车几乎都贴过，我连贴到连宾士都在贴。你看，我想隔音这种东西，吼，那欲望是无限。当你开吉美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吵，你做隔音；当你开 BMW 的时候，你开一开，你还是觉得 BMW 很吵，你还是做隔音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开宾士一样，你还是在做隔音。电话蛮久贵，吴佳敏。频率刚好，不都刚好嘛？对啊，安静都被安静。那宾利要做隔音吗？宾利哦，没错啊，拥有鬼不知道啦，对吧？宾利它那个隔音好到都撞到了都还不知道，就是。对啊。阿珂，你那个头盖先。对，我先比一下，这个是这样。它这个很重要，
对啊，我以前齁最常干的就是没有清洁干净，水分要去除干净，油渍要去除干净，你擦过你的手不能再摸咯，有水有油，你之后下雨啊什么一下就跳回来哦，所以你去之前擦过以后，嘴巴也要闭紧，不能讲话，因为油嘴滑舌，又把人家弄油了。好，来我一点嘛，我都几年了。而且除了车，不管你开多好的车都要做以外啊，还有一个哈，这种像我在用这种隔音弄到最后，追求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做了隔音，人家还看不出来。哦，对哦。没啥用法。我们常常买到很多车哦，一看就干那隔音，我大概乱七八糟哦、嗯。有可能是啊，大不了所在，让好你咪住，你用去吸住啊。比如讲，我被黏哦，就尿诶，注意你的口水哦，每餐有水花，你就紧张诶。对哦，等下贴一贴，如果等下掉下来就丢脸。对哦，那就慢慢吃啊。这就顺顺贴的。对哦，不要去拉扯，黏起你，到时有弹力也断断的。对哦，啊，你就顺着这个边缘这样贴。哇，顺着这个边缘贴。啊，我是觉得哈，你来听，我看看听。哦，对，这个要慢慢这样吃哈、哦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对啊，啊，就是先轻放，轻放有好处，万一不行，还可以稍微再拉起来。你用力压下去，拉起来可能就不粘了。对，我上次看到一个客人拿、啊、整条都撕掉，然后再来粘。哇，因为它下面粘到脏东西了、啊，所以要这样慢慢撕啊。哦、我来讲，这我缴很多学费，我真的缴很多学费。一盖烫根根都无好看。对哦。啊，慢慢啊烫。对哦。看看最好几年行啊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吴小敏，上班。啊，这些爱干豆。人家你看，这款酒哦，哎，原厂有哎、欸，哇，原厂这里就有了。哎、啊，你要加厚呢？没啦，我加些胸带，冷风吹进我的洞。这个我跟你讲是最容易失败，剪太短了，靠，要不靠的。你会怕就剪长一点，慢慢修。他在修，应该还好了。刚刚好呢，哇 ，OK 了，那个漆要安回去啊，一定要压紧，我那边给它上压油。哎、欸，这粘上去，当然这粘上去真的很像原厂，好油，看不太出来哦。哎、欸，而且它这个还封起来，所以它这边封起来是防水啊，自己看没漏水啊，灰尘嘛，是的。不是，你知道怎么分？你如果像这一种，它真的就是来就是给你。专用这一段，以前就是有那种便宜的龟裤呢，对吧？就等个头高尾拢赶快。对啊，有的粗，有的油，然后你还要自己去选择说你要买偌粗的。我之前买过啊，买太粗回来门关不起来，对应这个车款的，要不然哦，还是别塞哦。没有啊，太细就不好，膝盖有变死不？哇，有哎，还不错。我们这个是初级隔音而已，之后哈、哦，依照这一级的那个反应程度。还有中级、高到中级哦，中级的时候，地板、门板、高级顶棚，更高级给你两个耳塞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完工啊，啊不会啊，大成条介绍啊，啊不会啊，这种歹用的啦，因为吼，这条啊，这条是装在内底啊，有铰链啊，所以爱切啦。对对对啊，我当啊。哎、欸，这空间很小呢、欸。这球力也是爱跟你冲啊，网友也袂晓咩咯。这哦，这我头先我们去看过人的影片，稍微偷学一下。你可以上网去查他们的进化论，他们有教学，有教学可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赶快哦，最爱切到足清气的，这内啊黏一定会落坏。啊，出来就看麻烦了，你们要提加米片，这个里面也要擦。哦，要去。对，对这一条是这样哦，我先大概先安尼啊，我再下去一点好了。我可是我们哎，这万一炸那个面度会刚刚冇大起来。类似对哦，一直刀啊 Q 的 Q 的。安尼 Q。我想这条很有用。对。我之前那个 A 卡开车的时候，觉得这边风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一直听到轰的，哇塞，面露哎呢，面露哎，丢，我开始懂哎，我觉得这条真的超有用，对啊，我很推荐贴，可是这一条最难贴，伊会卡掉，有比如叫电线，哦，而且要打到切了，啊，不要洗完车再贴嘞，就打没啊，就打没这切了搭，对，有水嘛没塞啊，其实这个哈、哦，你车越新车的时候贴越好，对，越干净，你的车已经。一二十年的那边都卡很多油污脏污的时候，哦，你要清很久，你一定要有耐心把它清干净，不会晒晒落哦，现在落惨。刚看到一台车，然后旁边掉一个黑黑在那边，谁在那边喊嘞喊嘞？哇！你得多擦有没有？你不能放过。你是多擦啥啦？多擦是多擦，切较整齐的擦啦。啊，我只擦到一点几只。哇，这样才可以上下都可以搓到。你看我故意去挑小嘎，因为这两个铰链啊，你看手根本伸不进去嘛，所以就在上下，然后就是确定，我宁愿多擦几次没关系。啊，这哈、個，来、哦，我看这里、個，我们这边，我觉得啦，
先把这边都弄好，因为一般来讲它会比较长，长你才有解，可是你拉太高，后面下面不够，哦，啊，这边应该是这样的。贴的话，这整个圆圈圈有没有半圆形？就是刚好是门缝的那个宽度，这靠困难度啦。啊，头家有讲啊，你若真正袂晓哦，你也再去搜寻他们，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看他们北中南好像都有在帮人家用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就比较困难，为什么呢？你装就万一歪掉会比较麻烦。嗯，对啊。还有一种哦，你的胶条啊，原厂的胶条，如果做的凹凸不平啊，其实也更难粘。哇，这家呢？哦，把它剃，哇，是慢慢的啊，这样顺着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身为一个气球人员，一点点还是会的。啊，你那别晓的啦，我嘛可能真正来去找专业的了啦。经过30分钟了，我想这一条真的最难用。对啊，它的缝真的很小，你不可能把门拆下来啊。这很细心啊，对啊，耐心都没办法。可是 DIY 就是这样，做好就很有成就感。为什么？因为赚到很多啊！你给他做，如果泰山 DIY 完就只有空虚感。哦，好空虚啊！就只要凭着那个自己手的感觉去，看到人民都用球啊，那个不是这样用的。有一块的话，一点一点来。后来我发现啊，这里我这个刚好在门的这个，这样压一直跟着它这样，就这样。一段啊，刚刚出去，对啊，外面就是半圆形。哦，哎嘿，对，你看它这里，我一下几个嘛，有啊。所以刚好这个就是让你贴边边，然后对啊，凸出来，对吧？啊，所以爱就是符合它那个边这样，对啊。你这真正做专用的，你吼。对啊，所以 Q 我好我那样你啊。哦，而且要慢慢的，不要试太多了，现在取出来了。啊，这一样啊，不要去拉扯它，好，哦，顺着，哦，麦克扭，因为我不敢一次压太紧，我就要确定，行，我就轻轻的先放着，因为轻轻放着，我还可以再稍微微调，就把它穿过去。给我老公搞不好变哪里用？第一次吗？对啊，科比第一次吗？对啊，第一次。这要给你红包。哎，哎呦哎呦。现在表示够赞啦哦，这样，蛮不好谈啊，真正不好谈。啊，你看大概多少？大概多少？应该是，伊这无差的看，一定往，它其实大概也看，因为它不会影响。哦，一般来讲，我是觉得这样的，就一直往下。好啊，我现在先大概先连住了，因为等一下还是稍微要盖起来看，比较准。已经归头了。这台已经在龟头哎，尾门上缘，这个上缘，这哦，嗯，你用不看吗？七叉三，这啊，那个啊，那台哎 ，H 啊 ，C H R， 哎不是 ，H R V， H R V 啊，啊，你较无看讲我，哦，想着他说的是别人这样，这啊，对啊，这都靠翕吧嘛，哦，他都应该翕这头啊，啊就这样你看，这个就比较油，所以一定要擦干净。你看，如果这对，哎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擦干净。阿伯利的吼，擦晒。那它是从哪里开始卡？我们先量一下长度嘛。你这边是个加，应该这一段而已啊，就是，好，从这边到另外一头这样。你这样，应该没那么远吧？我等一下看一下好了。我以为应该不阿红。这样不是，这是回忆。对啊，你别搞我骗。我这是第一届，你安尼讲假片，反正就是要慢慢擦了，一定要把它擦干净。我就等下，就等下。这个应该也是一样，刚刚我们就是这样贴嘛，哎，门缝就是这样，安尼的哇，都拔起啊，我能勾安那边安尼嘛，就好扎嘛，啊，这个应该是一样，来，先买件撑。有人要穿就对了。好啦，卖公公脚一边要穿，隔壁公哦，你卖来给他还啊，我咧撑过呀，啊，愈用愈费气，不会。哇，这较好用咧，后边较好用。不会，我是看金哥来啊。好不好一样嘛，卖 Q 修等，因为我刚盖起来看，应该要从这里。那边有个凹槽，泰山家，这样贴下去不是刚好，对吧？哦，家。对对对，欢迎说。好，来 ，thank you。朋友啊，讲先 Q 几首 ，Q 几首来啊，拉拉拉，很好，这个跟女朋友一起做可以增进夫妻感情。首先要先有个女朋友，嗯，对。我建议是不要，因为根据依照我的经验来说，给 T 完的，等下你某啊讲，哎，车怎么变低了？我会上，哎，会上，哎，不用紧张。
阿伯的加工厂，我有朋友哦买错，有一组买错，全民送，先给我用，卖，那特别给我没，我别开机，不会，这隔音条不挖的心，对吧、啊？这个凶了，对，身为一个男人，这点钱应该还是有的啦，哈、哦，对吧、啊？阿哥你大胆，阿砍完了透气，阿喊嘛，他最中间比较不好贴，因为也圆形的啊，也插得到，哇，插得哇，再去插得另外哇。哎，土土，那个背出去，小土。阿哥，那不我去技术家，那些别哪用啊？冰棒棍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也蛮实在啊。冰棒棍你要擦蛮实在。筷子也是。筷子对啊，铁的会吐个烂惨。哎，其实吼，改花一点小钱改好的隔音有没有？比改音响、改喇叭还便宜 ，CP 值还高吼。对啊。对吧？我顶爱讲的，看下你搞我讲你的是啥物？哈根达斯的喇叭，哦、不是啦，哈根达斯，叫啥？啥物 ？Livingston 哦，叫 Mark Livingston 哦 ，B and O B and Q T L U H 三小，有无？哦 ，Boss 对吧？好嘞，其实花点小钱改隔音，真的比花大钱改喇叭好，而且又不用拆门板呐、啊、剪线、拆东拆西。我对啊，对吧？因为听听都倒霉登。所以、哦、用好的音响不如先把隔音弄好，你再来跟我谈音响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以前我刚开始改车的时候啊，我就弄错。我先花很多钱改音响，花几十万，后来我发现根本就晒，因为隔音太烂，才又花了很多钱又去弄隔音。然后花了很多钱弄隔音之后呢，就觉得说其实 CP 值最高的就是隔音，隔音对，质感瞬间有提升。对吧？哦，就这个嘞。管它谁啊？透气啊，未透气啦。讲话透气无？啊，烤肉最怕蛤蟆，怎样？跟我装不熟，耍自闭呀、啊！好一群啊，香肠还不熟，你可能还都小 Q 的嘞。水饺是公还是母的？水饺是母，哎、欸，母的吧？公的，因为它有包皮。啊，鱼饺哎、欸，鱼饺，公的没有，它是母，它是公的，也是母的，因为它有包皮又有包鱼。你害跑意思不是啊？你这边害跑，这条这条是阿飞害啊吗？这条害跑，害跑啊！玻璃雨切，哦这样，哎呦，来过，这个我有深切体验。我每次在做美容，尤其白色的车，都要拿牙刷刷这个缝、哦啊，因为这个缝里面卡很多的脏东西。脏东西，而且吼，你在洗车，水枪往这个地方冲，你如果是白色的车，你水枪往这个玻璃缝冲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干那样干那卡巴透刷，哦一透刷、哦、一透刷，好多砂石一吐出来。这个我们常在美容的时候都会发现。啊，这里吗？我在，我今天修这里，哇，这个是教的。哦，加加呀，这样看这一切都看功力。对哦，因为这有角度。没有，再斜一点，那么。就歪，小心。啊，嘎嘎嘎嘎嘎尾啊，弄我啊。有那么扯吗？你看，哇，都斜那样。嗯，哇，好、啊，就等它到最后我们再修就好了。好，一切都是类似像 Y 字形的。哦。哇，啊，这个就是个多插在这个玻璃里，插进去。啊，一直安尼，哎、欸，这个隔音应该都没关系呀、啊，这个隔音有关系。我冇猜嘞，这个要插进去插，这里面真的会卡脏东西。我咧，超脏，哇，切到切去，哦，哎呦，这是好大，插起安尼咧，插落去，六轨以后，这个也不能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顺顺的就，我觉得应该也有插啦，这样就没有风的。一些声音进去嘛，哦，不然应该看还好。哎、如果前挡应该也差不多，前挡本来就有啊。哦，对哦，伊这是完全震动，后边就讲，对吧？前挡的周围都有这个啊。对啊，它这个胶条我觉得材质蛮有弹性。对啊。哦，阿嘎，哇，我的瑞亚哦，阿都有嘞，都有下。这是风切对不对？哎，有多几个这样？这个呢，室内气密顶级版的，伊这就是安尼啊。哦，看看这来的哇，比如说这样，我等一下抓一下，你这个就是这样塞进去，那、啊、就多一层。哇，唔对啦，好呆，加高蕊，虽然铁链唔对到，没有，反过来就好了。它有分边吗？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安尼啦，就是安尼。哇，这个就勾在这里面。哦。啊，这样插下去，哇，类似这样，啊就爱 Q 我损了，我跟你讲，慢慢 Q 我损。啊，如果现在感觉上起来嘛，这个就是最下缘嘛，这样。嗯起来一圈绕一圈，好。这样会压那个线吗？两个线，那没差，我等一下再 Q 你啊，应该不困难了。
就是要慢工出细活而已。啊，把这些皮啊没有啊包过去。哇，啊类似这样，它就卡住了，这样就掉不出来了。OK OK。哇嘞，哇。好，这样嘞。啊，也卡这个啊子。规定爱听这个，规定是会使啊，你要规定就是要来写几年啊。哇，安尼就较清楚了，来，我用这个。对对对对。哇，这样，有没有？就随着这样子一直走。安尼一面插落就好啊、欸，就是这个安尼起落安尼，应该是会过啦。我再看一下哈，对啊，可以。反正就把它卡进去了。对，卡进去了。哎、啊，你塞下去它就不会动了。哦，假设安尼，那先把这边那先用落去。好，啊，两个都接在这里。啊，如果万一为什么要在下面，水流下来就从这边下来了。哇，嗯、类似安尼面，我叫这边。后面应该比较简单了。扭开，就是安尼，干了。帅，做呢一些给的，先进去啊，对吧？他抓几顶啊那样，对啊，帅啊，帅啊！上次那台不是也是这样？我没注意耶，你这底下你没注意，底下跨博了，这个、啊、这个这个还蛮，也是个蛮帅的，阿金也等于很帅呢，我也觉得，哦，这真的很帅，哎、欸，这我第一个看到，这一张呢，一张刚刚博这个，哎呀、啊，你以前刚刚看过，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吗？革命性新产品还是我们太少，因为以前有一些那个进口高铁车哈、喔，的确是做双层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屌，这几条我们都还没玩。刚刚它是不是有正品是这个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等一下去看。这个充电应该可以多卖十万块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们打台风岛，打台风岛二。其实这有高音长线两款啊。有啦，可是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我再重申一下，这个跟安全气囊没有关系、啊，这个是屌啊，你是隔音的，你啊。首先没有人来讲，我在跟他唱什么，伊就讲会去气囊会去卡掉的断出来会安怎？这应该后摆愈来愈进化，你知道？愈简单。虽然人应该要三头六臂吼，四面佛为什么还没来？为什么？他还在洗手。是千手观音。哦，千手观音为什么还没来啊？四面佛是买不到口罩啦。哦，对对对。看到没有，我们梗都有时事的啦。而且我跟你讲哦、喔、，DIY 弄完以后，最兴奋的是什么？要去试车。嗯。跟女朋友一起用完之后，哎、欸，走，我们去试车，去泡温泉，顺便泡温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 DIY 以后会很累。哦、DIY 好累，我们去休息一下。哈、欸、完美的一天，你看车子的进化、人也泡温泉放松。啊、你要话买恁，你要家己创一个这哦。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吼，嘛不一定会开嘞。讲得好可怜。对啊，车买来是要创啊，放鞋啊尔。哇，我记安尼落了，敢那都继续安尼啊，我发觉。哦。全部讲哦。真正的呢。哇。啊，这边呢？这边差一个，台底这边倒哈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有差呢，有一个安尼拍拍声，对、欸，来再去改，有一个那种扎实感，那个哇，你听得出来，我唔知你听得出来，来，哇，好啊，经过七七四啊，九点钟哈，终于到好啊，我等于困一醒啊，饮点咖啡，终于到好啊，你上街都一条，我上街都一条。对，我嘛上介意门啊这条，种出来这条，我感觉这真有质感。无注意这看无。对啊，而且以前吼，就是迄个进口车真正拢有一条，国产车拢无。对啊，我叫盲人嘛。啊，盲人，来，我。哦，隔壁。你话这有较安全哦。哦，变死啊，香奈。对哦，变死。我是无爱咧，我先拍开一点片条，哇，香奈儿。哦，臭鲍鱼。我嘛上介一条啊，那条真的是完整度很高，所以我今仔日吼，伊拄啊唔是叠上这個，我都有研究。这两盒就是这个我们最喜欢的这个，好，这个抽出一名，好不好？好，阿丽姐，我这是封切的啦，就是 A B C A 嘛。A B C A B C 哈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。一车份呐、啊，哎，几车几几台车的？但是这是四门的车，所以无好烫。这是最基本的型的，哎，好啊，这个也一组，所以我们会抽出两位观众。对，好啊，活动办法看下面的说明栏，好不好？基本上哦，咱抽奖拢是 Facebook 抽啊。
因为迄 Google 无，迄名拢学袂好啊。对啦，我们在想。啊，有五毛狗去死啊！吼，啊，佮有啥物挑战无影片一千订阅有无？你捌看过无？感觉敢会使乱喝对无？所以不好抽啦，也不好联络啦，用 email 即摆啥物时代佮你 email， 你看 email。无，袂记你，袂记你啊！啊，还有这个。哦，对啊。懒尿套。不是啊，杯套啦。杯套啦。懒尿套。啊，他都袂记贴。哦，饮料我提下落。没那边工作啊，吼，没工作。这个会抽出八名。这个有八个，欸，我拄好去研究，其实研究啥？这条有俗的，有贵的啊。哦，有啊，你讲。啊，到底差在倒？我有帮大家问一下，然后我有上网做功课。差在第一个就是差伊的做工嘛，就是伊的头尾有收尾嘛。我知。啊，第二就是这个专车专用完整度嘛。嗯嗯。好。啊，第三个就是这载具吧，伊讲伊这载具是甲完全同款，有证书啦，吼，啥物 CAS 哦不 ，CAS 是电载部落，啥物 SGS 三，啥物 S 嘿啊，为这些证书的就对啊，对吧？好，但是条嘛袂歹哦，伊都伊连 logo 甲左右边伊弄像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蛮认真的，哎，支持这个台湾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好，走出国际，对不？帮大家开箱到这边。好不好？那有兴趣的哈，我们会把他们的这个网址啊、粉丝专业，我满不在，我都坑哎哦。因为既然哈，我觉得哎，咱拍这影片是趣味的，对不？人看到这胶条，哎，哦，啊，就加胶条。啊，到时阵人看到我拍 Porsche， 啊，塞一台 Porsche 来啦。欢迎各位强大的这个，还是说你要业配你家的万峦猪脚啦？啊，先叫我咱吃的，还是蚵仔面线啊？哦，对不？有诶，无诶，哦，你再来，哎、欸，我干那叫偷袭哦。反正哦，有什么需要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，广大的这个网友，哎、欸，大家互相分享讨论一下啊，尽量跟车有关的啦，跟车有关的，我们这个科P已经拍到不知道要拍啥啊，过来科P可能嘿，摕一个迄、那个。GoPro 去吃餐厅，吃給你看啊！我来看电影吧。啊，看电影，挑战大胃王，然后看 Costco 买回来烤鸡，我得吃几只。吃几只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啊，你做结尾。记得啊，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抽奖品，抽奖品，留言抽奖品，留言抽奖品，分享留言抽奖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收工啊！哎、欸，真正，你话有差、啊，有啥物安尼喏？这是讲伊真正有差、啊，你若关键拢无感觉有哦，可能是拢就好关安尼对无？这真正小比我感觉安尼对无？哦，你先看一下，哦，比关安尼哦，好，阿太太拍这边，然后这样，好哇，啊，你拍这边，那自动吸门有没有？这样，然后就吸吸。哦，后背啊！就是就是这东西，这也是弹起来。来来，无啦，意思是讲是电动吸门啊，那吸门，电动吸门的，好，电动吸门它的速度大概是这样，对啊，好，要不然就要用我的内力。哎，你现在就把，对不？你现在关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边一个气冲出来，那是讲密合度高，密合度那就对不？你不要去在家弹。哦，没有去哪家？哦，真的。
加量不加价。哦，麦克朱威店不带叫王九公啊，七位刮痧，朋友不会来背啊，他们喵你。这人家寄来的信在什么？居然不是机票。哦，我讲第六摆啊，创个美术家爱情的，咱不是种人，知道不？哎呀，咱服务性质的，分享做台湾哦。ご覧の番組は。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